13斤的大墨鱼，下血本了。200斤的大墨鱼，比王鑫脊椎骨都粗。这不能吃。你吃这个吧。啊，这不能吃，你吃这个。秘制小调料，这个墨鱼他们说还算是很新鲜，然后呢，不用那个啥，直接小配料往上哎撒一撒，然后直接怎么吃？啊，好的，直接就造就完了，这么的嫩嫩的。大的就是比小的好吃，是吧？嗯，小的这是什么籽吗？不是，肉。你老公就是把他后背给开开了，鱼肚子不开，开后背。你老公吧？我老公。行了。嗯。嗯哼。不敢吃，我过两缓两天再吃啊，这两天天天吃药呢。啊，好辣。辣吗？腮帮子累吗？不累。真香啊，造的。哎呀，这要死。我一整个人吃。13斤，煮完也得有个7-8斤，搞笑。给他们留点儿。